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活捉诺卡，以及参与这起案件的同谋。一旦他们被击毙，等于我们的任务失败。 收了你这么多年情报，这回终于见着真人了。彼此彼此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已经安排好线人，但是要记住，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。这个案子很复杂，所有我们要小心不被当地警方发现。万一出事，身份绝对不能透露。不是说好了吗？你来这里就得配合我。 你是他妈提供情报，具体实施的是他妈我。这个案子你可能要暂时回避。那我杀了他。掩护我，我供上去。我们会以武制武，还十3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。